有请回声嘹亮主持人李思思、尼格买提。重温时代经典，畅想回声嘹亮。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回声嘹亮》。大家好，我是李思思，你们好吗？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光临，感谢电视机前的您，谢谢您的如约守候。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网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常说每一部经典的文艺作品呢，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因此当这些作品重新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或者响彻耳畔的时候，总是会勾起我们对于那段岁月的记忆。而我们回声嘹亮栏目呢，就是希望邀请电视机前的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唱响您心中的歌，让那些嘹亮的回声重新响彻耳畔。当然除了邀请电视机前的您，我们每期节目当中还会请来三位嘉宾，这三位呢将会和我们一起去感受经典的时代旋律，对于每个不同的时代，他们都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那么今天来到回声嘹亮现场的究竟是哪三位老朋友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相声演员柏林、歌手周艳红以及著名歌唱家王杰石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柏林老师好。你好。三月好。今天我们三位来到回声嘹亮，我们还是那一个问题，三位一起回头看。我们回声嘹亮呢，是将不同的年代呀、划分为四个阶段：五零前、五零、六零、七零、八零、九零、零零。我先来问问柏林老师，你说哪个阶段的歌曲或者文艺作品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说实话，每个年代都有我印象深刻的歌曲，最深刻的。那还是我小时候喜欢唱歌，突然这个港台歌曲啊进入了我们内地，进入大陆，像那首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圆又圆，要吃汤圆快来买，三毛钱呀买一碗汤圆，汤圆卖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嘿嘿嘿嘿，汤圆汤圆卖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大家会唱吗？当然会唱了，就是唱的。哎，说到这个港台歌曲，我相信王杰石老师更有感受，哎，因为您啊是在内地最先一批唱起这些港台流行歌曲，是是是，最早翻唱台湾校园民谣哈。您印象最深的歌曲，当然除了港台歌曲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年代的歌。对，您现在想起来最长？哎呀，我刚才看了，咱们是五零一直到九零年代啊。就我最深刻的还是就是《金色的童年》，那时候有一首歌，哪首？我记忆特别的清楚啊，我一唱大家就知道了啊。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滩，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摇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大家都跟你一块唱是吧？我觉得这个我们三位嘉宾当中啊，我得给艳红颁个奖，就是最佳伴唱奖。因为刚刚柏林老师在唱的时候，包括王杰石老师在唱的时候，一直艳红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因为这些歌都是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经典歌曲。嗯，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艳红，你看身边的王杰石老师是我们大家伙儿都熟悉的歌唱家，是他的歌你熟吗？当然啦。你印象最深的王杰石老师的是哪首歌曲？应该是我相信这首歌曲，像我们小时候应该很多很多孩子们都是踏着王老师跟谢丽诗老师的那首歌曲，蹦蹦跳跳的拿着书包走进校园的。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心正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亲爱的伙伴，亲爱的小树，和我共享阳光雨露，
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直到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哎呀，叫声好声啊，我们都是听王老师的歌长大的。哎，错了，您这是快的吧？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也是唱着这一段慢慢把自己唱完了。我也特别想问问这个艳红刚才唱的是王老师的一首歌，对，那其他的歌曲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呢，是当年我外公啊从台湾带过来一张磁带，那会儿叫卡带，然后我是第一次听到叫黄莺莺这么一个歌手的歌，那张唱片叫哭砂，我对那个哭砂就印象特别的深。那这样好不好，刚才那首说到的哭砂简单唱两句送给我们观众朋友。好啊好啊好啊。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哎呦，不能再唱了，是要把你唱哭了吗？不仅唱哭了，而且哭着把我杀了你。提到这个经典歌曲啊，我特别想问王杰石老师，这个经典歌曲有很多，您演唱过很多经典歌曲，能不能今天就是给我们来一个完整版的演唱？嗯，好，今年是龙年，所以呢，我想唱一首《龙的传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我把这《龙的传人》送给大家。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长身有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重温时代经典，畅想回声嘹亮，认识了今天光临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接下来就正式开启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依次请出四组推荐人，跟我们畅想他们心中的那首歌。我相信第一位推荐人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会是谁呢？来，掌声有请。哎呦，卖鸡蛋喽！鱼肉鸡蛋的喽，新鲜鸡蛋啊，快来买啊！别，您是走错了吗？不是，对，我们这是录节目呢，您怎么到这儿来卖鸡蛋来了？您往前点。哎呦，我卖鸡蛋卖惯了，哪都能卖，这儿人多吗？不是。那我们看看您那鸡蛋品相好不好啊？哟，真带来了。新鲜鸡蛋。红皮儿的啊，这鸿运当头啊，鸿运当头，鸿运当头，来，还有好彩头呢。您先介绍一下自个儿啊。我是来自山东德州的一个农民，我是李向银，今年67岁，我在家经常卖鸡蛋。李向银，喊我鸡蛋大爷。啊，就喊您大爷。怎么卖鸡蛋的？平时？我平时啊，嗯，人们我卖的特别快啊，因为我爱唱歌。
大姐一买我鸡蛋就欢迎我唱歌。我说我唱着歌你买我鸡蛋吗？他说买。他你唱什么？我说我唱卖鸡蛋的歌吧。我编了几个。哦，合着别人要买您鸡蛋，您就给他唱歌。对。啊，那现场如果有观众想买鸡蛋的话呢，您就给他们唱歌，是不是？对对对。那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呢？有要买鸡蛋的吗？都挺想要的。李大叔，咱就挎着这篮子给我们唱一段。好。啊，开始。修鸡哎，那个三场哎。柏林老师，您买吗？那个，我先说这个李向阳大哥。李向阳。李向阳。李向阳的歌。啊，游击队，平安游击队来了。真出乎我意料，唱的真好。这是那个长臂哎，那个一啊摔，你改词儿了。哎，你的吆喝得好，真是太让我惊讶了。大家叫你是德州阿宝是吧？对。但我觉得阿宝到您这个年龄，肯定唱不过您啊。大家要不要看鸡蛋大爷现场挑战一下阿宝？赶紧挑战，可以挑战，挑战，那就唱一首阿宝唱过的歌，把现在的刷开的，可以。阿宝在电视机前听好了啊。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呀，一道道水看那竹呀，好绝一道山碑。成功，这边还有一个，这边那边还有一个，哎呦，这才对呀、啊！李大叔，咱来我们节目啊，是这个推荐歌曲的，啊，您今天给我们推荐什么歌曲？五零钱。我今天唱一个《翻身到情》。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现在党的政策好啊，我们农民都富裕了，都尝尝政策好的甜头。练我也翻身了，因为原先我在农业哈，人个小没劲儿，人们都说是吧，你就能唱歌，现在我通过唱歌，老百姓都喜欢我，所以说我想着我老了有点用，是吧？我也翻身了，所以说我更喜欢翻身造型。哎呦，太好了，说得好，来吧，那我们有请李大叔为我们带来翻身造型。
谢。鸡蛋大爷，来，我们也先听听三位嘉宾对您这个翻身道情的演唱有什么样的评价。刚才您一张嘴给我震惊了，我什么叫原生态，真是感觉到穷人解放了，真是那种翻身道情原汁原味的，这种味儿是对的。对，国林老师使劲在夸您，说您特放松，特别松弛，然后我觉得鸡蛋大爷一看他是有生活的，我相信您平时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岁月里面肯定也经常给乡亲们唱歌是吗？对对呀、啊、因为你在台上我就一招一式啊，有模有样的，尤其是最后那个造型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训练有素，您再给我们摆一下最后那造型呗。写生房屋建设为主义信呐、啊、从相当的有气势，听了心里真痛快啊，咱们这李大爷这声音啊，这真高，听着特别亮啊。所以你看咱们柏林艳红都管叫李向阳，为什么呢？因为您特别的阳光，所以以后就管叫向阳大爷得了，真的不错啊。其实这个向阳大爷唱的这个翻身道情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其实这个翻身道情，这个道情啊本身它是一个现成的曲调，那么是后来填的词，那么流传至今，非常好听啊。我在这儿，我想这个咱们向阳大爷这歌民歌唱得这么好啊，我想问问您，您其他的这个民歌是不是也会很多呀？其他的我会的不多，我想给老师你们教我几句吧。要跟三位讨教。可以啊，谁先教？我先教，因为我觉得大爷刚都是特别高亢有力的，那我教给我们江南的柔美一点的可不可以呀、啊？好啊，可以。反差一下好不好，大爷？不行，我得教他做两个动作。国立老师出个主意，为难为难你。啊，机会难得，太可爱了，特别谦虚。就主要做两个江南的动作，好不好？好。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错，这难不到人家。再来一个。您知道您唱的是什么意思吗，李大叔？不懂。春季到来绿满窗，春季到来绿满窗。周艳红，你这什么意思？好好的李大爷被你整成李大妈了。这就是江南的柔美的一面。其他两位老师能不能难倒？这个我民歌啊会的也不多啊，我喜欢一首那个辣妹子，但是我也不会唱，我想听听李大爷唱唱啊，就那个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后边您就把这歌唱唱怎么样？你们今天我不会，我学的啊，你学啊，辣妹子辣，预备，试你了，唱，辣妹子辣妹子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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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我是卖报的小当家。你拐哪儿去了你？大叔，大叔，咱是卖鸡蛋，不是卖报纸。你最卖辣椒，我现在啊，这事儿我明白了啊。通过咱们李大一唱，我知道了，原来辣妹子是卖报纸的。哎，李大叔，您看，这次还差一位嘉宾，柏林老师，那人家收了好多徒弟了。柏林老师，就叫我进去吧。说实话，我刚才开始后琢磨想。教您唱东北民，您这比我会的多，您是老师，但是我教您唱的歌我估计您肯定不会。好、没有李大爷不会，真的啊、我琢磨着唱点流行的好吗？阿个地阿个都阿个带个地个都，你来这个，来这个。拿不倒人家吧，打了个刀，打了个刀，打了个刀，这个吧太偏，网络上的呢可能李大爷接触的不多，但是流行歌曲您到底会不会唱？哎，流行歌曲你还真说着了啊，我还能唱一曲笑脸。你就给我看看您的笑脸。唱唱的笑啊，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世界你还是远，但我仍然相信，怎么着，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
一往情深相守。哎呀，您就这样，您刚才眼神有点放电的意思，您再给我们来一点那眼神。太可爱了啊！当然，刚才呢，这个李大叔跟我们三位嘉宾讨教，我觉得咱们可以请三位嘉宾跟您在舞台上合作合作，这都多难得的机会啊！对，要不然请王杰士老师和柏林老师。啊，对，三位男士，请问两位老师，没问题，来。九月九，重阳夜，满聚首，思乡的人儿溜溜在外头。又是九月九，走更头，春更有，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您再喝一口吧，您看我这像端酒的，我刚才真受不了王杰士老师端着碗像要钱的似的。大哥行行好吧，可怜可怜吧。就是大伙没理解这意思，先得喝酒。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临时组合啊。李大叔，您看今天一上场给我们带来一筐鸡蛋，我们呢今天也有礼物要送给您，您看看是什么啊？我们要送给李大叔的是天王手表。我这筐鸡蛋换了个表啊。哎，是，还合算，还挺合算的。下次来不来了？来，下回一定来。多带点鸡蛋好吗？对，好嘞，谢谢李大爷。重温时代经典，畅想回声嘹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5060年代。这组嘉宾呢，将会给我们带来经典的光影节。观众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第三代刘三姐如秋，我来自广西桂林，我今年9岁了，我特别喜欢刘三姐，谢谢。哦，你刚才演的是刘三姐是不是？你是第三代刘三姐。那第二代刘三姐在哪儿呢？在这儿。我是刘三姐小秋，我也同样来自广西桂林，我更加热爱刘三姐的民族文化，是第二代刘三姐的传人。刚刚啊，我们这是两代刘三姐，给我们唱了这个采茶歌。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就是推荐电影刘三姐里面的经典的插曲，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跟我们一块儿来推荐这个作品。他会是谁呢？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第一代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老师，欢迎。Thank you.
声欢迎黄晚秋老师。您好、啊、主持人好。嗯，黄老师好。三代刘三姐一起在大家面前亮相了。我特别想问问这三位，我看着是有点神似。嗯，三位是这是我女儿叫小秋，小秋，这是我的外孙女叫如秋，原来是祖孙三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真的是祖孙三代啊，真的是，因为刘三姐嘛已经拍摄50周年了，但是呢至今还是很多人都关心，我想吧要把刘三姐这个民族艺术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说的话呢让我女儿我的外孙女来继承这个事业，让我们民族艺术发扬光大。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并且重温一下当时的这部经典的作品。所有的经典的表情他的表演都深深地刻在了我们心里，所以还是好像意犹未尽的。我不知道现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尤其是我看到秀秀球时的眼神，表达了自己非常复杂的一种情感，是不是？可是可以呢，那个时候吧表演起来就很纯很天真，那么现在呢演起来肯定有点哎呀，那就大家担待一点了，没问题。这段秀秀九年当时呢刘三姐对阿牛哥是充满了爱慕的，但是阿牛哥呢他就那么笨，他老也不明白老也不在意，那么刘三姐一边秀秀就一边想，真是一个笨蛋，不是秀秀啊。花在阴那好贱。在演戏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认真了跟您学着呢。谁呀、啊、小妮子。哎怎么样你来模仿一下吧。我试试啊。谁陪你一起学？阿牛哥周艳红还有柏林老师。想看吗？我们三个来来来。对呀、啊、那个三位刘三姐用自己的方式来演绎一下最后那个眼神吧。小妮来吧啊，我帮你上一杯。你真笨啊。女儿不知啊鸟在林。等一下偷偷摸摸在干嘛呢？有什么谋略啊？艳红开始。女儿不知啊鸟在林啊，有那个点意思啊。不行，我感觉现在的三姐太现代、啊、太现代了、啊、这个没有那时候那种淳朴含蓄、那您来一个纯来含蓄的、啊、大家坐稳了 来开始。女儿不知啊鸟在林。
妈呀，受不了啊！还行，我自己都直打颤呢，给大家添麻烦了啊，不好意思。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眼神吧哈，当时郁金健是我们团的演员，他呢就去看了这个电影《刘三姐》，结果他回来告诉我，那时候呢电影票吧一张是8毛钱。他就光看你这一个眼神就值6毛钱，8毛钱里面6毛钱就是您的眼神、哦、对，那个刚才学的眼神值6毛钱。小妮，你给我来2毛钱的，我看看。也谢谢柏林老师和艳红。我们也问问王老师吧，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个片段或者其中的一个段落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刘三姐退歌那一段，哎呦，当时看着特别的有乐趣啊。这个有3个秀才是吧、啊、这个是那个谁给请来的，请过来跟您对歌的，对对对，就对了半天、啊、没有对过刘三姐。特别这个佩服刘三姐，我说人瞧人刘三姐的脑子是吧，一唱马上这个3个人都唱不过刘三姐啊、嗯、而且特别羡慕阿牛啊，心里想、嗯、哟，我要阿牛多好啊。您是想到阿牛哥？哎，我这个特别羡慕，当时我看电影，哎呦，这阿牛这个又帅是吧、嗯、这个刘三姐对阿牛又好，特别羡慕啊，有这个愿望。您说这话真的是说错地方了、啊、您不该在柏林老师旁边说啊。为什么？柏林老师刚才都说了刘三姐黄老师他小时候的梦中情人呢，想当阿牛哥的是柏林老师、哦、这个柏林要是逮谁的说跟燕红说，哎呦，没有，我说实话我跟刘世龙有点相像吧，对，是不是？你这个形象照我差一点，您要是黄老师选阿牛得找我这样的，是不是？刘世龙呢怎么说呢，你倒是挺像的，反正就是比刘世龙胖点，眼睛比刘世龙小点，鼻子没有刘世龙那么直。眼睛你还有我？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冷静、啊、你们看一下刚才那个电影画面当中那阿牛哥年轻帅气、啊、英气逼人，你看一下，那你这个你们俩是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那阿牛现在就是我这样。不是，我感觉啊，那个你演那个穷秀才行，不，完了我演阿牛，王杰是老师演那个莫老爷，我跟你说，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三位，咱这样吧，你们不都争吗？争着演阿牛哥吗、啊？那我们再来对一下嘛，哈。哎呦，黄老师说了，好好说咱就来对一下，看看谁是真正的阿牛哥。往我右手边看，这就是我们今天候选的3位阿牛哥。我觉得呀，3位可以集体先亮相，来博得我们现场观众的支持。预备，走！注意啊，你们演的是阿牛哥啊！不，我这是阿牛吗？这？我觉得我像阿 Q 一样。接下来我们的对歌正式开始了，黄老师。开始了啊！说嘞，歌声也能让我醉耶。不错。但是他唱了半天，没想这个把车这个当这个阿牛的事儿唱出来，他没提这事儿。我先来，你先来，我后先来。好啊，三姐，你听我说嘞，嘿，聊聊我。要说阿牛，我是何嘞？嘿，聊聊我。心地善良，身体好嘞，哎，至今还没讨老婆嘞。哇，不错。三姐，您看好哎，天亮了吗？3个里边我最像哎。大家都叫我阿牛哥，是不是啊？是。哎，所以我和您做搭档哎。不错。怎么样？这事就定了。他们3个争得不可开交。不行，这哪行啊？加赛一轮。柏林先来。我琢磨琢磨啊，都秀才有才。掌声热烈的，我唱得更精彩。来。
三姐三姐真美丽嘞，了了落要找阿牛要留意哎，哎了了落小白脸他靠不住哎，谁呢小眼睛里有问题哎，不像话现在是新时代复合型人才，阿牛哥也得会英语，是不是啊？嘿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哎呀呀！嘿 ，I see 三姐 so happy。哎呀呀哟 ！I am the really 阿牛 ，please please marry me。唱的不错，什么什么还 P P 的？哎，这。但是我给你翻译一遍，你翻译一遍。他唱的是说那个三姐啊，这身衣裳是哪儿的我都不知道，您的电影我也没看过，所以你阿牛我今天我就不当了。胡说八道，您来，孩子我来啊，您得抓紧机会啊。叫声三姐，您看好哎，嘿，阿牛还是我最像哎。瞧你长得像水牛，我林长得像犀牛哎，就我一人像阿牛哎。说实话吧，这三位阿牛哥都不错，但是我已经做奶奶了，我已经当妈妈了。那你啊，你太小。我觉得新一代的刘三姐，我觉得思思可以胜任，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不合适，那边那个更合适。我们问问艳红吧，这三位谁更像啊，牛哥？这个小泥巴本来就长得个花。谁是小泥巴？百分之八去了，还是泥巴呢？他是大泥巴。这个小泥同志吧，本来长得就跟花一样，如花似玉的，然后一穿这个衣服吧，整个这个。反正感觉风流秀才，本来吧，这个柏林老师吧，长得特别的周正，可偏偏吧，给他穿成衣服吧，最旧最烂的衣服，怎么看都像那个地主恶霸一样。所以呢，还真就王老师。对。因为王老师呢，他不光是这个啊，就是刚刚说的嗓门大，眼睛小，就唱的不光唱的好。我说眼睛小，谦虚呢，我眼小吗？这个事儿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这个你看穿这秀才确实不像阿牛啊，但是说实在我们心愿是一样的，就是表达对刘三姐的文化这种尊重这种传承，是吧？为了这个王老师说的对呀，那我们就感谢三位吧。今天你看我们三代刘三姐来到我们舞台上，我们特别想听听原版的刘三姐的山歌。好的，那我们就为大家演唱一首《只有山歌敬亲人》，来，掌声送给三代刘三姐。亲亲人呀，亲亲人。
祝愿在座的各位朋友万事如意。重温时代经典，畅想回声嘹亮。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着时光隧道来到70、80年代。有请下一位推荐人。有请。回声嘹亮的舞台，我们也希望娃娃赶快抓紧时间问候一下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吧。大家好，我是娃娃，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跟你们相聚。刚才我们都看出来了，模仿的是邓丽君的感觉。娃娃那么喜欢邓丽君，为什么会单独选择《小城故事》这首歌去推荐？其实她很多歌我都喜欢，是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喜爱邓小姐。然后就像刚刚唱的《小城故事》，其中的有一句歌词，人生境界真善美，丽君已包括。所以他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特别选这一首《小城故事》，跟大家一起重温那个年代的温暖，追忆一代歌后邓丽君小姐。大家会唱邓丽君的歌吗？会。哎，那我问问，下去采访一下啊。你多大岁数？20岁。20岁你怎么会接触过邓丽君的歌呢？因为她是经典啊。好，那你给我们唱一首你最喜欢的邓丽君的歌。当风吹来清凉，当夜莺啼声细唱，当所有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20岁的小伙子能唱邓丽君的歌，这相当厉害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哎呦，这位阿姨，您高寿啊？66。66，您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70几年吧。70几年的时候，那应该是最早听到她歌的人。那大家想不想听阿姨给我们唱一首啊？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丝想不起。太
好了。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想不想听娃娃再给我们简单唱一两句邓丽君的歌？美酒加咖啡我比较喜欢。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真好听，我特别想我们现场的朋友，你们来点一首好不好？月亮代表我的，月亮代表我的。那阿姨说是我爱你有多深，不是，她说的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直接把第一句词儿您给我们说出来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来，好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太好听了，您看小妮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首歌是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唱响的。而提到邓丽君呢，好像我们每个人心中也都有那样一段旋律是会勾起我们心中的那个回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在一段短片当中再听一听邓丽君还有哪些经典歌曲可以打动你。我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躺在其他觉得你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不同，就是我知道我跟其他喜爱邓丽君的朋友都一样，都是那么的爱她。我唱歌来说，我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最真最纯的感情投入到唱歌里面去，跟观众朋友有那个新的交流。在这短片一首一首的不断的在播放的时候，我们嘉宾席也有一个用心用情的在跟着唱的，就是周艳红。你最喜欢邓丽君的是哪首歌？那真的太多了，因为我跟邓丽君也是特别有渊源。我是当年就是唱的邓丽君的歌走入的乐坛，特别有幸就是邓丽君的弟弟邓长喜先生来就是寻找这个能够延续邓丽君这样曲风的一个歌手。因为那个时候我录了很多唱片，唱片很多的歌都是邓丽君的歌曲来着，然后知道我，然后把我叫过去。但是很遗憾，就是因为我当时我父母还是不太希望我走歌坛这条道路，所以就最后没有跟日本的 JVC 签约。但是还是邓丽君是我心中永远的偶像。谢谢艳红。刚才艳红提到了说在
曾经也翻唱过邓丽君的歌曲，特别多。您给我们唱两句的。没问题，就是随便唱两句好了，就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其实邓丽君的歌、每个人都会唱来着。嗯，我简单再唱两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一见你就想，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想，你那片片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谢谢，谢谢周艳红，谢谢。还有您看那位坐着的那位男士都站起来给您鼓掌了，艳红。听到邓丽君的歌，听到周艳红唱歌，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人，他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当中，那就是柏林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柏林老师？是，我回忆了很多往事，这一下子把我带到了70年代。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半导体，就半夜听，忽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我们大家现在常说一句话，说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听邓丽君的歌要命，真要命，真是。我跟你说，如果说最喜欢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邓丽君三个字。要是那晚上唱，我能唱到明天早晨，哪一首都不同，太精彩了。哟，看来柏林老师受到邓丽君的影响非常的深。来吧，娃娃，再来，模拟一下，再满足。当时听到的是哪首歌？香港之夜，那时候夏威夷吉他，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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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种音色一出来，我的天哪！过去光听唢呐、笛子、手风琴、扬琴、小号，哪有这个动静是怎么来的？非常非常，他把香港的夜色唱得太美了。我们还听娃娃在线吧。Hong Kong Hong Kong， 和你在一起。Hong Kong Hong Kong。我爱这个美丽晚上，有你在我身旁。要命，啥感觉？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的心已经碎了，碎了。嗯。我们也想问问王杰石老师，哎，您对邓丽君的歌曲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邓丽君的歌曲呢，她是从心里唱出来的，然后呢，她把歌声再唱到你的心里去。当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如果能够在现场啊。听到这个邓丽君小姐的歌声，那是多么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邓丽君小姐呢，离我们很早啊，非常年轻的时候离我们远去的。但是呢，邓丽君小姐的歌声呢，应该说仍然在我们每个朋友当中回响。真的也感谢娃娃能够把邓丽君的歌曲唱得这么好。我觉得娃娃今天你倒是可以担此重任，你跟她合作完成一首歌。好啊。太荣幸，合作一首。王老师，行吗？你们俩可以唱一首什么歌呢？夜来香，这歌我还可以唱两句，能跟娃娃一起合作一下吗？好的，好，来有请王杰石老师。Yeah.
好，谢谢娃娃，谢谢朋友们。再次谢谢娃娃，为此呢，我们也送上我们回声嘹亮的一份礼物。我们要为娃娃送上的是天王手表。谢谢。你这是刘欢，上面的空气好好。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年代了，就是9000。9000年代，这位推荐人人小志气高啊，千万不要小看他，他会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来，掌声有请。哎呀妈呀！我收回刚才的话，我刚说人小志气高，你这看着看着有点不小啊。你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行不行？来，开始。来，大家好，我叫方舟，我今年7岁，我是个纯爷们儿。你们可以喜欢我，但千万别爱上我哟。哎呦喂！哎，方舟，我能看看你那发型？你给我们大伙展示展示，再回头给大伙看看。你这脑袋让谁给拍了呀？这还挺像我的手机的。哎，方舟，来，我问问你，你穿成这样，你推荐什么歌啊？你干正事来了。好汉歌。好汉歌。你为什么推荐好汉歌？因为我想当一个好汉嘛。不是，你知道什么叫好汉吗？见义勇为，英雄救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那你觉得我们台上你看有柏林老师，有王杰士老师，还有小尼，你觉得他们仨谁更像好汉？好汉必须得我这个样，腰粗腿短，屁股大，脸圆。那我觉得他们俩特别符合这个要求。孩子，这是咱不太这么夸人的啊，这是夸人吗？好汉歌。嗯。哎，你准备怎么唱？反正我还有两个搭档。啊，还有两个好汉呢。对，你给我们留了个惊喜哈，我们也来看看吧。我们方舟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汉歌，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好汉？来，掌声有请。你们孩子，哎呦，你这发型太帅了，你这胡子太酷了。我问问你们其他两位，这位大侠，请问您是？我是黑旋风李逵。我呦呦呦呦！我问的是您真名，您本名叫什么？请问孩子入戏太深。叫于福谦。啊，于福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谁？李佩瑶。啊，李佩瑶，哎，那你演的是？太霸气了！我也想问问我们三位嘉宾，这还有一个没说呢，拿个棒子是不是武松打虎？哟，对，是吧？他们演挺好的，怎么这你这个从头到尾这头套没掉下来就是成功，哈哈。
真不错，而且他中间还甩头发呢，哎、你再甩一个，我看看。甩头到赛斯顿，哎呀，瞧瞧，你这是刘欢版的武松吧？人家头发都进嘴里了，直吐。其实我觉得他比我小时候强啊，我那个儿童时代吧，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水浒传》里边这么多人物。哎，有一天那个我们一同学跟我说了，我今天看了一本书，我说什么书了？《水浒传》啊，我说哟，我说好看好看，我说都是什么呀？里边有一个季达，手持两把大镰，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多少年之后，我原来是李逵手持两把大斧啊，所以这三个小孩非常聪明啊，表演的非常卖劲儿，正好啊。谢谢。这李逵，你看这李逵的劲儿。啊，绝对小李逵的感觉。哟，哎呦，你别打到我搭档身上去了，你给我个心理准备，我求你了。你们别看他现在这么牛，你把他斧子拿下来，你再给他拿个小筐，那就是武大郎了。你怎么震慑他一下，吓唬他一下？你去，你别真打。你大吼一声。去。啊！烧饼掉了。不是卖烧饼的。你武松，你是武松吗？武松，你除了甩头发之外，你还会干嘛？喝酒。哎呀！你最后来一个造型，来，预备，三。哎呀！假的！你这怎么断了呀、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武松为我们表演双截棍。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你这质量不能过关啊！对啊，你是假的，啊、我们这打假的，你知道吗？哎呦，行，你一边歇着吧。这是我们回声嘹亮舞台、啊、从来没有过的。朱大哥，来，都让开。小心。这有点像那个像皮划艇吗？我感觉。啊，哎，人家都倒拔垂杨柳，你会吗？会。你会啊？啊，哪有说？哇，你要拔我呀、啊？你拔得动吗？来，大闪，好、啊，来。来，我们要请李逵帮他。你们要干嘛？走，你们要干嘛？走。向您现在感受怎么样？上面的空气好好哦。不愧是三位好汉。哎呀，刚才是我们童真版的这个三位大侠。其实啊，我就突然看到他们，我突然想到了那个电视剧《哎水浒传》。是，其实说到《水浒传》当中的人物，我相信每一位观众都有一个自己的最爱。那这样，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再来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电视剧。我梁山正好108位兄弟，天罡星36，地煞星72。日后定能忠义双全。真正的《水浒传》，觉得这些好汉们怎么样啊？霸气，很霸气。那你说一个。相当霸气。哟，不会别的词儿了。这样行不行，武松？那接下来你带着你的两位小朋友，咱们致公致令的给大伙来演一个节目，好。
唱响回声嘹亮。在听过了我们四组推荐人为我们推荐的他们心中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嘉宾歌曲推荐环节。首先有请柏林老师。您今天是推荐哪首歌？今天呢，在回声嘹亮里呢，我唱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我也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我感觉人一过中年呢，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都是自己心里一些想法，我把它写成词儿，想唱给大家听。歌名叫做《幸福我和你》，好吗？好。有收获，种下了遗憾，早晚要发芽。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手留余香，一人玫瑰花，欢呼。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周艳红为我们推荐歌曲。有请。为我们推荐什么歌曲？其实作为一个歌手，特别创作型的歌手，特别希望能够写出一些能够也能将来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那我就推荐一首在我的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觉得还有可能能成为经典的一首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送给大家。来，一起听。
把我们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亲爱的朋友们，在这熟悉的歌声当中，本期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王杰石老师，感谢周艳红，感谢柏林老师的参与，谢谢你们。当然要特别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请允许我们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观众朋友们再见。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个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